高雄中山大厦校园内面的市电古迹西雅湾蒋介石行馆，经过年半修复，保留行馆本地建筑面貌。在咧修复过程当中，搁再发现到89年前日本时代起的浴池啊，保留甲正完整，未来变作是日本空间使用，甲这古迹活化再利用。中山大厦蒋介石行馆外观是一栋历史建筑物，内底除了办公休困的所在，即摆修复过程，阁发现一楼有一个真大浴池，这是89年前日本时代起的，因为遮我用西雅湾过去就捌开放温水池予大众使用，伫浴池中央阁有加一区，规个保留甲真完整。在海水浴场的这个休闲的人有热水也可以泡，所以在这边也创造了温浴池的这个空间。那很特别的是，你可以看温浴池的瓷砖，还有两种色调，一个是白色调的，很干净的白色调；另外一个色调是墨绿色调，是跟整个建筑物搭配起来的这个色调。很特别的是，你们可以看到那个布纹砖，它上面还有布的纹路。这栋过去唔那是高雄观光馆，离前过后是嘉泽蒋介石到南部的住所，到今已经有89年的历史。这摆修复重点，团队将建筑外观恢复到过去创建时期的模样，将内底插头、塔门等等的装潢来保留过去的风貌。连楼梯边的图样是日本时期以打造阴影来做回魂的设计。嘛，90栋啊，所以以风台地动老家真严重啊嘛。迄、那个咱看到迄个岁月吼，迄、那个非常斑驳迄种的诶，迄个痕迹。这栋建筑已经被霸当历史，过去受到风台、地动等等灾害，中山大厦伫2022年开始修复，会继续做基本空间。学校表示，未来除了规划基本的展览，也会开放参观，只是目前也未确定开放的时间。记者张怡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